还没报道 HYBE 营运情况，旗下各子公司2023年总销售和净利公开，让不少粉丝感到惊讶。HYBE 总共有17家上市子公司，然而2023年净利为负的子公司几乎是净利为正的子公司两倍。Beckett Music 净利为1403亿韩元 ，HYBE Japan 净利为498亿韩元 ，Ladies Entertainment 净利为602亿韩元 ，Source Music 净利为121亿韩元，耳朵净利为265亿韩元 ，Weverse Japan 净利为45亿韩元。其他11家子公司去年净利皆为负数。HYBE 2023年的净利润总额为654亿韩元，仅占 Beckett Music 2023年净利总额的一半。网友认为 HYBE 依然只靠 BTS 在赚钱，其他子公司都在亏损。